果不离开贪欲，你修因正果啊，依旧得不到自在。啊，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，啊，社会上确实有发大财的，啊，有这个亿万资财的，在这个世间很多啊。累积财物达到几十亿美元的，他有没有得到自在呢？他不自在。为什么不自在呢？也有原因呐，没有离开贪欲啊。所以他的财不自在，他的财常常有人打主意，啊，想窃取他的，想瓜分他的，啊，这个事情太多了，啊，甚至于我们一个道场，这个我们绝不会也，啊，无需要避讳，许多道场建得很大，财力很雄厚，啊，出家在家人都变了心啊，把这个道业忘得干干净净，心目当中只有名利，争名夺利，不但没有利，贪欲，贪欲天天在增长，贪欲的增长，佛告诉我们，果报在恶鬼道了。